全国职工总会同三个附属工会和八个医疗保健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成立医疗保健专业社群，共同探讨这个行业面对的长期挑战，希望吸引更多本地人加入医疗保健领域，减少人员流失，以应付人手短缺问题。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也能够通过社群相互学习，并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社群也希望提升公众对不同医疗保健人员的认识。